今天要去拼我们的 TJ 卷啊！来，大大安安啊！TJ 卷，隐藏的干妈 coupon， 点了，七月一号都会仓储所以他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啊！我以为他一个礼拜就结束了，原来他可以放到七月啊！等下去就有这个紫色的啊，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拼这个装桌变身啊，因为上一次和紫变的时候失败了、啊，所以隐藏的伽马 coupon 都可以让我们拼一次啊。那我们这次要去最多人拿到紫变的地方的葡萄园。葡萄园就是在这边，这边有很多人都在这边拿到紫变啊。我先来吸收一下紫变的气息。到底紫变的味道是怎么味道？我先来逛一下，吸收一下。没有看到我的背景，这背景也是葡萄的背景。特别去抓了一个葡萄的背景，还有啊，君子变葡萄，做葡萄的精华，要在葡萄的中间，葡萄这边还有橘子那我们来变成橘子好了，打不好变成橘子，我们都会抽到纸片啊。来变的橘子，橘子啊，当然可以吧。我们没有茄子而已，我刚刚有收取那个葡萄加茄子，结果真的有一种葡萄叫做茄子葡萄，它的葡萄都是等等很奇怪的葡萄。大家有没有 Google 过啊？那个葡萄茄子？椰子葡萄，这是谁的？我的啦，这是我的啦。看订阅古今无花的哦，订阅古今啊。我下角也有那个啊，想要的质变，有这个屠龙者，还有南宫的警卫，还有这个是蚂蚁还是沙虫？哦，还有这个伊斯那个啊。阿公的一只叫什么？斯利安啊，然后还有这个枪手，马也可以啊。我们这边还有钻石啊，马就等下转掉。我们打开啊，谢谢卷。英文台的古今已经种植遍了，英文台的。哎，再有一波啊，先中了再说。稳中的哦，上一次失败了，这一次一顶成功，一定没成功。啊，没有人偷偷来，安全，快，赶快，想要的都放下面了，对，想要的都在下面了。等一下中了那一只都跳出来，真的啊，会了。好不好意思，五只都中了。那个转转转的那个画面里面都有这几只。好，两板三周年还没有消息啊，要等24号下礼拜。你要把要的纸放在抽卡旁边，要的纸放在抽卡旁边哦。好，我们来移动一下。等啊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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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是这只比较好啦，哦，但是这只也不错，你们喜欢哪一只？我、哦、这先下去啦，先来旁边，让画面比较干净一点。好，我们就来抽啦。放大一点，带脚趾了吗？真的假的？
放大一点哦，放大一点。哎，好，完蛋，我好像用到别的东西。放大一点。这样我够大只不？哎，我到大只了。这样应该不会挡到我的画面吧？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大致啊，好，倒数5秒，在抽之前呢、啊，都要喊一个 slogan， 金好棒棒，古金好棒棒，古金好棒棒，十遍 ，Go！ 按这个靠腰，怎么要按这个？哦，气都没了。哇、哦，呼吸乱了，人家还要跳这个。哦，再一次，集气一下，集气一下。古金鳌棒棒，古金鳌棒棒，古金鳌棒棒。好，我们等到37分好了，37分。龙之呼吸。哦，对啊，很久才开一次七阶卷哦，东方出的次数太少了。啊，37分，30公分哦，阿南30公分啊，骨质呼吸，调整一下呼吸，不要乱，变，倒数5秒，Go！ 啊，没有闪，拜拜。欧瑞兰，对啊，欧瑞兰也 OK 啊。欧瑞兰是什么能力？我们看一下，欧瑞绿，上卡池二，先看卡池那边可以看能力吗？哎、欸，三重子加二嘞，感觉好像比较强哎、欸。三重子加二，刚好我又是妖精。欸，蓝的，为什么给我蓝的？给我紫的啊！的欧瑞蓝，欧瑞蓝在这边，好帅啊！哦，收藏品有没有能力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还没有请到欧瑞蓝，没有能力。哎、欸、呀，有紫色的啊，可是。哦，这五只在干嘛？这五只都没有来，到底这五只已经拜拜了，出去滚！好了，你们回来啊，你们回来，下次还有你们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很快我们又可以把你们召唤出来。呵呵，哎，都摸卡池啊，那呢？都摸卡池啊！完蛋！哎，不过这只有那个呢，有那个什么东西，这边不能看能力啊。转，我们先确定啊，是不错。我的橘子，葡萄园的祭品又加一了。那可怜，葡萄园的祭品，三重子加三加二，三重提升。命中加四，和必加三啊！我等我的这一支地枪，好像比一支地枪还要强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它的攻速98%，哎、欸，攻速跟我的一支地枪差了10%哎、欸，不止10%，11%哎、欸，我差那么多，攻速比较低啊，只有三重子加二哎、欸。多两滴，但是没用，欧瑞两没有用，只到三重子加二哎，不管变了再说，阿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欧瑞蓝，
欸，这一只好像没有防御吧？这一只好像没有防御的，全部都是攻击的，而且攻速还98%。啊嘞！对啊，练功应该还是伊斯蒂比较好。然后打架的话，应该都是放三重尺啊，所以普通攻击的话应该没怎么差。